《BTS 101》作为韩国人气最高的选秀节目，前三季由张根硕、BOA、李生基等当红艺人担任国民制作人。而据节目组透露，该节目第四季在今天正式开拍，演员李栋旭担任了本季的国民制作人。每一季除出演的练习生或爱豆歌手外，国民制作人也被为引人关注。每一位国民制作人都是顶尖级的明星。这次李栋旭将带来怎样的表现也令人期待。 Produce X101 选出的男团将进行5年的活动也是非常令人期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